新北市三中图书分馆举办两天一夜的夏令营活动，课程当中阁特别安排小朋友担任馆员，为民众来服务。小朋友摕到牌仔，爱大家注意图书馆的规定。另外，阁有这可爱妹妹徛伫咧柜台内底，为要做些民众来服务。由三中图书分馆主办的夏令营，和小朋友体验做馆员。其实他们今天早上整个是在担任小小馆员体验，从开门迎接读者进来，一直到刷书、编书、整架、借还书，他们全部通通有体验。对，今天早上整个，然后昨天是整个闯关，就让他们了解我们藏书的一个规律跟怎么找书、怎么去归架，他们全部通通都有体验，非常开心。就是觉得馆员他们都很辛苦，然后每次开馆前都要去整理那些书，很有趣，可以为可以帮朋友服务。那你会觉得以后要对图书馆的服务人员更礼貌，或是说谢谢他们吗？会。为什么？因为他们帮助我们很多。为了要让更多小朋友也有机会参加夏令营，主办单位也表示未来要举办更多的活动，让小朋友可以更了解图书馆。我想未来可能我们还可以再开创一个，就是中年级，就是小学的中年级跟高年级的学生来当我们的那个服务图书馆的小馆员，对，小服务，对，我想可以慢慢往下扎根了，绝对有信心的。透过担任馆员，小朋友唔能够卡了解图书馆的规定，嘛会使学着为别人付出的精神。记者蔡进贤、电话三中采访报道。